微信或者手机，它能够打电话，能够发信息啊，能够进行一些信息语言上的交流，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一种感官触摸上的一种反馈和交流。那希望就能填补线上的这么一个触摸这样的一个领域，让它更加的丰富。因为我有女朋友嘛，我的女朋友也在北京，但是呢，她经常出差，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见不到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填补我们见不到的时候，它可以作为一个调味剂的一样的存在。比如关系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可以用它当做一个修补感情的小工具。我觉得，没有必要吧。越亲越上瘾吧，我觉得。而且这都很尴尬，亲什么都行啊，不一定非得亲这个东西吧。不能动吗？就这样。那其他东西也能动啊？那啥还能动啊？我觉着不搞笑，因为我比较开放，我觉得这种玩具很好。然后我也不觉得变态，因为这属于一个私人使用的物品，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觉得没什么作用，而且买这种东西我觉得蛮变态的，根本不能解决什么异地之，比还不如视频，每天跟对象视频还有用一点。Kiss.